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Benny Bitch. 那么本期的主要内容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不是那么贵的一些食补小物件。想要拥有倾国倾城、经久不衰的容颜很简单，想要长生不老的话就会有点难了。今天没错，就是今天，在这里，就是这里，由我由本宫本王娘娘与大家分享仙姐是如何抵成本的滋养元神的。在视频开始之前呢，请大家多拍弹幕、多评论、多关注、多收藏、多走不要。如果大家喜欢微博的颜色。学学，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第一要讲的东西呢，是这一个冷榨椰子油。先说一下，这期视频当中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对，没错，都是在厨房里面拿出来的。我不想去厨房把那个在使用已经很油的东西拿出来啊，我就开了一个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玩意儿呢，我是在超市买的，花了187块钱人民币啊。但是我发现，为什么在淘宝上面有80多块钱？你真的很敢标价啊！那这瓶椰子油呢是马来西亚进口的，椰子油呢是日常食物当中唯一一种由中链脂肪酸组成的油脂。据说啊，它的消化呢是不需要动用人体的消化酶系统的，能够促进消化吸收，非常的健康。那椰子油呢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抗自由基的效果。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多护肤品当中都会添加椰子油，那我们内服它，对，没有错，拿来喝不是啊？拿来做菜，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它会影响不饱和脂肪酸的吸收，也意味着它不可以和坚果呀、橄榄油啊、深海鱼啊放在一起吃。当然，它本身也非常的难吃，但是有人可以接受。我觉得它用来做一些就什么沙拉这些健康餐吧，一些健康餐还是可以的。那么第二样东西呢，还是一瓶油，对，没有错，就是这个牛油果食用油。那牛油果维生素含量很高嘛，这一瓶油呢是采用那种低温的物理压榨方式，可以大大保留牛油果的营养。那它里面呢是不含防腐剂。也不含反式脂肪酸的，非常的安全健康。还有就是它不容易起烟，这是阿姨的反馈。反正我也不做菜。如果说大家家里没有宝宝或有小孩的话，可以拿这个油来做菜，它对小孩非常好。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妈妈或者家庭主妇，平常要做菜的话，经常要做菜的话，很推荐买这款油，因为它起烟点很低嘛，就不怎么容易让你变成一个黄脸婆。对，其实我们家现在在用这种牛油果油啊，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阿姨其实很辛苦，每天要打扫一个很大的家，每天要做很多菜，就一直在那里烟熏火燎的。就女人有多少个青春，能有多少张脸呢，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原因，我就选了一些就更加好的这种油脂回到家里面。而另外一方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全家人最近都不是很健康，不能就不是很健康吧，就大家都非常的累，身体比较疲乏，我就想说拿一些更加健康的东西回来。其实我们家之前所有的油都是橄榄油的，都是那种很高品质的橄榄油，但是后来我听说拿这种牛油果油会更好，因为它是可以小孩都可以用的，宝宝就婴儿都可以用的，所以我就买回来了，然后就一直用到现在。 OK， 接下来几样我要分享的东西可能导致我要被辱骂和攻击，不过没有关系，我还是想要分享给大家，因为他们真的还蛮精彩的。首先要说的是一个动物的蛋，这个动物的名字很难写很难念，叫儿苗啊。它的蛋是长这个样子的，大家看它是不是像笼子啊？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蛋，第一大的蛋是鸵鸟蛋。鸵鸟。关于这个蛋的妈妈，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儿苗呢，就是一种鸟啊，长得跟鸵鸟差不多少，你可以理解为澳洲鸵鸟。儿苗这种生物呢，它是在冬季的时候产蛋的，现在是基本大家买不到的情况。就算买到，也基本都是那种冷藏，所以一般情况我们都是在冬季的时候去买它。那这颗蛋呢，已经是一个被吃过的蛋壳，大家看。很漂亮，很多艺术家会拿这个蛋壳去做一些艺术创作，它本身蛋壳是具有一定收藏价值的。这个儿苗蛋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啊，它里面有棕榈油酸啊、油脂酸啊、巴拉巴拉这种对人体很有益的东西，以及很多的微量元素。但是我要说一点，就这个东西啊，非常的难吃，非常的难吃，因为它的蛋壳很漂亮，而且具有收藏价值嘛，所以我们一般不会直接把它打碎掉，我们敲一个孔，然后把它里面的蛋液给倒出来。在倒蛋液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蛋在往外拉油，它那个蛋黄的颜色真的是啊，像脂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鸡蛋糕啊，就我从小都还蛮喜欢吃鸡蛋糕的，因为我想把它做成儿苗蛋糕，对，没错。然后，就大概蒸了半个小时吧。它还是液状的，就哦呦，那很恶心那个样子。那时候就发现它是蒸不成这种膏状物的，而且一定要加调料，加很多的调料，因为它很腥，很腥，很腥。但是人生在于尝试嘛，大家可以买回来尝一尝啊。反正它的蛋可以这么漂亮，买回来之后做收藏也可以哦。下一个呢是这个小仙炖的燕窝，真的我最近实在是太累了，就皮肤状态也不好，那暗纹就。
就肉眼可见的速度爬出来。那其实我平常先刚才大家介绍，大家都看到了，有很多东西啊，包括之后要出现的东西，包括一些我推荐的小药丸啊，这种内服类的滋补产品，我平常都是很认真在吃的。那经常关注我的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燕窝的人，在我家平常吃的燕窝都是买回来那种一盏一盏阿姨拿来炖的。但是我们家阿姨请了10天的假，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孩子参加高考了啊，在这里也祝我们家阿姨的孩子能够取得好成绩。那么在阿姨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家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危机的状态，雪碧也没有人买了，菜也没人做了，燕窝也没人给我炖了。先说明一点啊，这个小钱都是我们自己买的，不是他们给我们的啊。之前的时候小钱能寄过一盒到家里面，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希望你有自觉性，我在视频里面提过你了，我 cue 你了哦，以后可以多给我们家寄一点，毕竟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我也没有在威胁你，我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毕竟老年一条广告还挺贵的。就燕窝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好好讲一下，我每次我一提燕窝就立刻马上有蹦出来说要跟燕窝差不多少，那个胶原蛋白blah blah blah。你知道燕窝里面最主要的它真正有意义的成分是哪个东西吗？就是已经被医学界证实它里面含有的一种神经氨酸燕窝酸，这东西也叫唾液酸，是母乳早期的时候对婴儿大脑发育和免疫系统提供完善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我真的希望，就不管你为什么原因你不喜欢吃燕窝，但是也不要说它跟银耳差不多，它俩真的差很多。燕窝这种东西它是能够达到滋阴润肺、调节体内平衡、增强皮肤新陈代谢，对于美白、抗衰老巴拉巴拉都有帮助。其实我挺推荐，如果大家平常有吃燕窝的习惯的话，可以去订他们家，他们有的年卡呀、月卡、季卡。这乱七八糟这种东西，它是按照一个时间，就一周给你寄过来3瓶，现炖寄给你。它的量是非常足的，而且很新鲜，也没有什么防腐剂，而且没有加什么糖，你可以自己 DIY。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它是很夸张的，它不是那种很稀像打水的那种，它是就满满这么一杯全是燕窝丝。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在于你一周不是3瓶吗？你一定要全部吃完，因为它保质期只有15天，它没有防腐剂。很快就会过期，真的是有效果的，听我一句劝，真的是有效果的，不要说这东西没什么效果，你吃2口肯定没有什么屁用，但是你长时间吃是真的有效果。再然后呢，就是鱼子酱了，就是我手上这一个。我先说一下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牌子的啊。北京有很多生蚝吧，那吃生蚝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喜欢配鱼子酱。那这一味鱼子酱啊，就是我在很多个生蚝吧里面发现的，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于是我从网上订，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上面这是10克的，店里面这10克的要卖小300块钱，不到300，200多块，但是。网上是100多，不到200这样子，就我发现我是在这方面很蠢的一个人，因为我之前全部都是在他们店里面买，就你知道吗？我都直接在店里面买，然后很贵，然后后来我才发现网上也有在卖的。那这个牌子他们家有很多种不同的鱼子酱，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规格，有那种很大一盆的，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买那种很大容量的，就我比较喜欢买很多那种小10克10克10克，因为就我们正常吃鱼子酱的习惯就是打开它，然后吃完一次性，其实差不多正好吃这10克不到这样子。如果你买一大盆，你开盖合盖，开盖合盖，就算说它是可以完全密封，就算它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储存，我还是觉得不太舒服。那在这里呢，为大家科普一件事情，就真正的鱼子酱，什么才是真正的鱼子酱？按照国际的餐饮惯例啊，就必须是鲟鱼的鱼卵啊做成的这个酱才叫鱼子酱。很多人会觉得，这鱼子酱不是很贵啊？有那种很贵很贵的鱼子酱。其实我个人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我吃过很贵的鱼子酱，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差不了太多啊，可能也是我个人喜好问题，真正的美食家可能能品尝出来，但是我觉得大家就省钱为主。为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昨天晚上吃剩下的啊，这个鱼子是长成这个样子，聚焦，哎，好，这鱼子长成这样子的，它品质还是很不错的，味道很好吃，很好吃。这个鱼子酱，那鱼子酱呢也被称之为黑色黄金，营养含量很高，它里面的 DHA EPA 能够促进婴儿大脑发育，视网膜光感细胞的成熟，包括它里面的叶酸也是胎儿成长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我拿的这一款啊，就这一款，它是9年生的鲟鱼，在他们家属于轻奢的级别啊，当然他们家有那种一罐子10000块钱的，就大家如果愿意买也可以去。对，其实在直接吃鱼子酱的时候应该拿那个小银勺，但是我懒得下去拿了，就拿这个把剩下的吃完。很好吃，然后再然后是这个乐奇雅的黑松露酱。这个东西如果这么直接看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恶心，但是它真的很好吃，超香。那这个黑松露它不是完全用黑松露做的，它有别的蘑菇和牛肝菌之类的东西。那关于黑松露是什么，我就不多介绍了。我们要感谢科技，现在可以让我们以便宜的价格吃到这些高端的食物。很多人都会说黑松露除了就蘑菇的味道，还有那种臭虫啊或烂树叶的味儿。但我觉得还好，它只是味道比较奇怪。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有人说这个黑松露的味道像那种经年未洗、多年未洗的那种臭床单，我真是不能理解啊！最多它里面就是那种臭不拉几的汽油味而已。
那黑松露在我们家的作用呢，我们家平常很少吃西餐，那它在我们家的作用主要就是一拌饭，二煎鸡蛋，对，它就只有这两个功能。在我们家的阿姨不在家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随随便便做一碗米饭，你拌上它，好香啊，刚才羽毛跑到我嘴里去了，好香哦。 OK， 我们迎来的最后一样产品是一件极具中国特色的小玩意儿，你就是它，我们的林下山参。你看到这个大山参吗？它不是很大了，小山参了。对，我们平常就拿这种小山参就是蘸大酱吃的，大山参就来炒菜。我觉得哈，就家中常备几颗人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家院子里面都种了很多颗人参，人参这味药材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我家在吃的这个人参是从长白山买的，当然他说是有什么这一根人参二三十年，就我觉得他在瞎掰。但是我觉得人参这种东西还是说我们日常的喝汤啊或者做菜当中可以稍微放一点的，尤其像我这种昼伏夜出的仙女，对，没有错，仙女用这种人参来补气血呀、滋补强身是很有必要的。家中常备长白山林下山参，健康你我他，健康一家人。 OK， 那么本期这边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哦。如果你喜欢这边，请什么都拍弹幕，多评论，多关注，多收藏，多投票。如果可以的话，请我微博 Instagram 学学，让我们下期再见咯，拜呀。